我在看位关注人私信，这一段挺逗的，给你读一下。一个杜老板不就会唱戏吗？牛什么牛啊？认识贝勒爷怎么了？贝勒爷有皇上大吗？不管你演什么唱什么，我都不喜欢你，讨厌你。不要说你是小鲜肉，你不是，你就是个屁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出名的。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，给你读一下。原来挺喜欢你的，自从看完你的《那年花开》，一点都不喜欢你了。你咋那么坏呢？我真的是想说点更加难听的话。你怎么老是想杀死别人呀？你自己都刚刚死里逃生呢，你心眼子真坏。你还不如……你说我说什么？没啥可说的了，真的。杜老板啊，